欧阳娜娜谈理想男友称帅哥不靠谱，网友纷纷推荐千玺、王一博、蔡徐坤。近日，欧阳娜娜在某节目中公开了自己理想型的男友，一时之间，很多网友纷纷猜测娱乐圈哪位男星最符合欧阳娜娜的择偶标准。王一博、陈飞宇、刘昊然等众多男星上榜，引发热议。欧阳娜娜果然很直接，直言帅哥不靠谱，而且特别说明这个圈子里面帅哥太多。欧阳娜娜要表达的是帅气男星不靠谱。之前王源的新歌《彩虹云朵》被猜测是写给欧阳娜娜的，两人恋情依次曝光。不过欧阳娜娜很快亲自做出辟谣，称自己与王源是纯兄弟情好哥们，直接与王源划清了界限。除了外表干净、长相舒服，欧阳娜娜还表示自己理想中的男友不能是个中央空调，个性不能太热情，有点高冷，只对他好，而不是对每个人都好。